其实手上还挂着点滴。白沙屯妈过来看到他之后，弄酒咖，先弄酒咖揍完之后呢，白沙屯妈已经过去了哦，突然间原地180又绕了回来。绕回来之后呢，白沙屯妈就很温柔的去碰了这个小孩，然后这个你看那个妈妈吼，不知道是妈妈还是阿妈，赶快把那个小孙子抱起来，对不对？白沙屯妈用那个酒兵就去碰他的肚子的两边哦，碰他肚子两边，这个小孩是他的肾脏长期他有问题哦，然后就在医院里面医治。那这个小孩后来听说病，他也就慢慢的有好转了。轿体每一处不光清掉灰尘，轿顶吉祥寿金狮擦到光亮。白沙屯拱天宫妈祖銮轿进香前大保养，几名壮汉有人推有人负责稳住轿身，组装四根全新轿杆，载着妈祖出门9天8夜，用的是这一顶轿顶竹藤制作，先盖上防水的帆布后，再罩上一层刺绣的轿彩，最后轿顶处覆盖一层最具有识别性的粉红雨布。花2小时挥汗组装，行前作业累瘫教班。试了一面又一面，从声响来判定这一面锣能否带着远征。如何敲锣藏着学问？行进间无人迎轿时，敲12下、13响，最后一下连敲2次。若信众来迎轿，则配合轿子速度调整快慢。妈祖停驾后起身，也会敲击一声提醒轿班，敲到凹声音不响亮就得淘汰。平均2天会换一面。48岁的王先生是一名铁工，去年从100多人中脱颖而出，担任炉主，主位。粉红超跑进轿，陪同进香的轿班罗手也就定位，用最虔诚的心陪伴妈祖9天8夜。架设好热水器与管线，确认水温一切 OK， 再搭上布帘，行动沐浴间就大功告成。白沙屯妈祖进香启程在即，专门服务香灯脚的汪汪车也蓄势待发。香客服务车功能多元，不只能提供香灯脚放置行李、沐浴休息，就连脱水机也帮你准备好。发挂充电线裤拍打卡。帐篷人会最用啥？因拢免烦恼。来自彰化的汪先生是资深香灯脚，20年前开始服务香客，巧手打造豪华香客服务车，就是要让香灯脚宾至如归。不过放置行李空间、借帐篷名额都有限，得尽早预约。有白沙屯在地居民出借自家空间，让香灯脚免费登记入住，枕头一应俱全，就是要让香灯脚好好睡一觉。也有户外空间可以搭帐篷过夜，就连食物、矿泉水都有准备。我曾经看到香客蹲在火车站，然后很冷，我就把一些香客带来家里。往第二年以后就开始整理房间，这边大概50位，另外一边也大概可以提供50位。庙方建议18万香灯脚大军备好帐篷睡袋，不止善心信徒提供场地物资，沿途也有不少公庙、学校等机关出借场地，要让香灯脚们好好休息再启程。看看台湾的粉红超跑，今年不得了了，八场啊，有够侪人参加。9天8夜形成了，竟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四字，你看来，一起九九，嘿，一起九九，这边念过来一起九九，这边念过来也是一起九九，一起九九，比去年给6万人。2014年第一次白沙屯的那时候可能是8天7夜，那时候才11,398人，10年涨了15.5倍。当然，这中间咱三立电视台也贡献了很大的一个力量。那目前来讲，已经确定了3月18开始要往南9天8夜的一个行程。那这个行程的一个过程里面，前面先到北港有6天，应该可能，有6天。这6天的时间是慢慢走，那可能有3条线，比如说西滨呐、纵贯呐、三线呐、但是回来急行军哦，32点钟行个通宵，快到碰趴。连台湾的陆战队现在都没有这么强的训练。3月15日，主席迄面开始伫拱天宫祝告天地，然后。用去年的迄个形，咱伊出巡的旗摕出来，摕出来了过会以后，叫做头旗，徛头旗去哩，交告天，交告四方，所有的五行砖啊，你只乌白物件来，你拢卖来甲我叮当，因为我要出去啊，大志要出去，你只你卖来甲我乱，先说扣军3天，扣军拢是伫迄个咱迄个休息以后才扣军，所以五行砖啊，伫扣军的时阵，伫下晡3点、4点、5点一定。
爱用那个行李来拜，拜了爱到亚马草，因为一定要兵强马壮。到来要行的时阵，照过去，咱即马伫西丽先吼，最主要重头戏就是要绕过这个咱的西丽大桥。西丽大桥有三条路线，第一条是西滨，第二条是纵贯线，第三条就是旧年行的这山线。旧年安怎行呢？行到二水。都行到哪来？都苦等下溪州，咱都过迄个西丽大桥。那过西丽大桥有两种过法，一种是行桥面，一种是绕溪过。唔知要安怎，唔知。但是过西丽大桥来遐一个溪寮，溪寮有一个镇南宫，伫古2022年的时阵上马会。上马会，你看咱的白沙屯嘛吼，都会爬楼梯，你知道？粉红超跑真正足厉害，迄加上 AI 都加突破。一般来讲，伊拄啊讲的迄吼，迄也唔敢爬楼梯，迄楼梯怎啊那话冲啊进啊，啊都进入啊，退啊冲啊，安尼怎啊冲起嚟了？所以有够厉害。今年为了安尼要迎接妈祖，嘿，两天的时间去募款130万，准备15000的便当。因认为伫3月1日甲3月2日这两天。会过西丽大桥，迄两天要怎啊等？所以迄两天至少有5000人伫遐咧等啊，所以这他妈是今年的盛事。啊，若讲到妈祖的神迹，去年上感人的故事就是妈祖托梦去救一个囡仔。哦，这是迄阵大家拢也唔知影。2月14日经过下头，因为去年是惊山山嘛。经过下头，啊下头就是小龟庄嘛，拢算小的嘛，拢做卖啊。咱过去讲下头小龟庄，啊六港四一半就是下头嘛。经过下头有一个妈妈，伊吼爱着一个迄个脑麻的4岁的小孩，伫遐祈求着妈祖加保护。这个代志已经过了，2月15日、2月16日，突然因遐的一个区县，县区的乡民代表有人甲讲。有一个工厂的头家讲：“哎、欸，代表，昨暝妈祖来给我托梦，伊讲吼，叫我去帮助一个妈妈甲一个囡仔，吼、啊，伊伫2月14日的时阵吼，伊有伫咱下头来伫遐等妈祖甲祝福，啊，伊怎去查迄个录音带？真正有啊，就是、啊，查到了，查到了，啊，迄、那个头家因为这个脑麻的迄个小孩吼，伊完全四肢拢无得叮当，啊，无得进食，拢爱用灌食的。”啊！医生讲，这也是手术。啊，你甲帮赞，啊，真正甲帮赞了，哎、足成功诶！即马即个囡仔读幼儿园，今年加一岁5岁啊嘛吼。即马有法度进食，啊，四肢有法度振动，有法度爬，也无法度行。但是相信今年，因妈妈会得派这个囡仔来，来甲妈祖答谢。那刚刚听到这个白沙屯妈祖这个。出巡的时候，有人讲听到妈祖婆的锣声，心头的安定。但这个锣声有快有慢，有不同的节奏，各有不同的意思。今天特别邀请到文翠来到现场，您当过13年的敲锣手，对对。阿丽，但你怎样？因为这个白沙屯妈祖很特别，就是他没有既定的行程嘛，所以连扛轿人都不知道妈祖要往哪边走。那你怎么知道锣声要怎么打？不管是轿夫或是锣手。他在那个现场，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松自己，让自己在一种无我的状态。因为锣手的声音、锣声跟神教，它有一个最大的原则，就是在那个现场当下，锣声跟神教的动态是要一致的，那是它最大的原则。所以锣声就是呈现神教行过的动态。哦，所以你们也像是前导。就蓝光听到锣声就安定，就是怎样妈祖被来啊？是。然后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跟这个教授是心意相通。是，那你有看过妈祖吗？显现来吗？我看过梦中看过千里眼顺风耳，倒是没看过妈祖。他来跟你说什么呢？就该进香了、啊。因为那时候我人在国外。所以那个本来想缺席，对不对？没有想要缺席，翘班的韩国瑜。对，千里眼看到了，好等啊！真的有千里眼呢。对，所以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。但我没有打算要缺席啊，但我觉得很窝心，那个千里眼顺风耳来提醒我这样子。是不是有一次就是妈祖曾经提醒你们要走，然后。就是新手，然后走到一个土地公跟土地公会合啊。那个这个经验大概我敲锣13年来也是唯一的一次经验。妈祖其实很可爱，他会去回应人的心声，
那是2004年的时候，已经走到了龙井，那是回程嘛，走到龙井就已经白沙屯在望了，所以呢，大家是比较轻松。那会常常会有短暂的停留10分钟、15分钟。那个时候我也刚好是当班的罗手，然后暂时停驾10分钟。那新罗手呢，他就停驾了之后呢，他就问我还有那个讨贴的教夫说。神教有时候它的动态非常的特殊，那样子特殊的惊叫锣声到底要怎么打这样子，所以现场我跟教父当然有跟他分享我们的经验这样子。那十分钟到了，叫就起驾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起驾之后，他就顺着沙田路继续往北走，但是很快的他就弯到一个小路里面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路。那到了那里，那有一个，所以这个情况是教父跟着锣手走。不是不是，我们所有的都是跟着神教的意识走，那我们走到了那个土地公庙。可是罗索不是在神教的前面吗？罗索在神教的左斜前方，但是罗索的身体他必须要感受他后方的那个神教的行动，所以感受到那个能量。所以都是神教在带。那到了那个小土地公庙。也没有人在拜拜啊，但是在那个很小的空间里，然后在短暂的那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神教的伽丢就很快速的出现非常多不同的变化。那我的锣声就回应那样子的变化，这样子。那很奇怪啊，没有人在祈祷，为什么妈祖突然间这么激烈的伽丢这样5分钟？但当时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妈祖就是在回应刚刚那个新罗手在问的问题。妈祖其实就是在教这个新的罗手有一些特殊的摆动的方式，到底要怎么打。就是一次他听到问题了，对，很温馨可爱的。那你们当一次班多久？通常就是一班是一个小时，然后有三个正班在轮流。所以一次一个小时，然后就可以休息了。所以这样，这个跟粉红超跑走一趟之后，会不会很酸，或很奇怪的不酸？很奇怪的不酸，一点也不累。对，靠碰趴吧。呜哈，敏宽看起来蛮了解的哦。你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？但我们刚才都有看到那个轿子。人讲迄新桥咧行是真趣味，安怎呢？它有上下走，有前后走，然后呢，一般来说的话，有时候会定住，定住的时候可能在找方向，对不对？但我们说整个粉红超跑特别有趣，它常常会原地180，所以很多的一个轿夫吼，他们都常常会不知道该要怎么做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就是出现所谓的一个神机的一个时候哦。那我们来看哦，过去其实有很多时候那种有些很特别的一个神机。过去有一年，白沙屯嘛，从西罗到了西罗，那个时候人没那么多，整个晚上全部都夜都是黑的哦，只有一家农具店，刚才跟那修理龙骨啊，那啥，那也刚去当在浊水溪旁边嘛的静谧娘，那边的米真是好吃哦。然后呢，晚上就说好，白沙屯嘛就说去那边休息，晚上大家稀稀呼呼的也就进去了哦。进去休息完之后，到了隔天要出来，惨了，阿基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他的门居然比他的轿子小，两边各小一寸。昨天怎么进来的？对啊，那明天早上要怎么出去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哦。时间点到，人家白沙屯嘛，锵锵锵，他们罗手开始锵了之后 ，Kiga Kigio Kok 又出去了。那好可怜啦。这个是大家都看到的哦。那我们来看哦，刚才哦，其实翠姐有说哦，他们现在还有三班，他们以前那些教父多可怜啊，一乍起登登哇，就是呢。在前面的稍微换到后面，后面的换到前面，他们说磨到肩膀都流血哦，真的都流血。我们来听听老教父们他们怎么说的。那较早老的教士，伊无材料看出讲，你要行东往西，你一定要甲动甲你这顶桥无材料动，伊才有行。因较早第一路无偌济条，你若一条路行了唔对，你要多绕一大圈，这样子。或许讲，安尼来讲呀，较早老辈的人会比较会指责，所以讲拢一定爱动，动啊动无法哩。所以在50年前哦，那个没有 GPS 的年代，只能够看地图的年代哦，那些教父，你去想，嘿，下岗拢这残人啊，他们连大字都不认识哦，真的就是靠妈祖的引领，沿路这样子回銮回去哦。那我们来说哦，还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其实呢。
很多人内行的都知道，白沙屯妈其实有两尊，一尊是白沙屯妈，一尊是刷鼻妈啦哈。那刷鼻妈跟整个白沙屯妈呢，个性应该都很耿直，都跟小朋友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是说冲就冲，说停就停哦。但他们老一辈的人呢，说非常神奇。这个神奇呢，我听很多人说过，我是没有闻过哈。他们说很简单，什么分别呢？白沙屯妈过来有一个老沉香的味道。那个老沉香很多人一定闻过哈，丁香好一点的香料有那个沉香的一个味道。可是呢，如果是刷鼻妈来呢，刷鼻妈来呢，它是另外一个妈祖哦。可是这个妈祖呢，它那个味道是花香清香的一个味道。他们很多老一辈人说、啊、来哈，免看用干面的用鼻烟就闻得出来哦。但我们说白沙屯妈祖厉害，跟让大家这么感动，为什么今年会十八万人？我们来看看这个镜头，看的真的是很感人哦。看看那个小朋友，之前就有一个小朋友啊，各位你去想哦，他就站在整个最前方哦。那个最前方呢，请各位看哦，他其实手上还挂着点滴。白沙屯妈过来看到他之后，弄酒咖，先弄酒咖揍完之后呢，白沙屯妈已经过去了哦，突然间原地一百八又绕了回来。绕回来之后呢，白沙屯妈就很温柔的去碰了这个小孩，然后这个你看那个妈妈吼，不知道是妈妈还是阿妈，赶快把那个小孙子抱起来，对不对？白沙屯妈用那个酒杯就去碰他的肚子的两边哦，碰他肚子两边。慧明姐，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厉害，这个小孩是他的肾脏长期他有问题哦，然后就在医院里面医治。那医院里面医治呢，后面白沙屯妈就是这么的善解人意哦，后面就是安慰这个小孩。那这个小孩后来听说病，他也就慢慢的有好转了。我们这边敢大声的说，信妈祖的孩子不会变坏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来看看这位八嘎囧，现在变成了北港大富豪。他就是许下了一个心愿，要盖妈祖文创园区。对，那他的公司叫做金赞公司哈，这间南岛呢叫做金赞。这间公司呢现在已经是挂牌了，也当时叫做吴俊南。那讲到这俊南嘛吼，少年真正有够飞锐的。咱讲即马台湾哦，歹人有够多啦，老人变坏，坏人坏人变老，通通有。但是很少看到浪子回头，这就真正浪子回头。安怎讲？你国中的时候就赤灵赤风啊，甚至都怕老师，怕老师。你敢想讲这种国中的囡仔都怕老师，这个囡仔是要安怎？当然国中了就无读啊，无读就冤家相拍，去交警去维持，维持了你知影交警维持一定是得失一挂在地的人嘛，结果得失着啥？在地的老大，老大像你这个少年的这么礼貌，当然一路追杀追杀到台北，来到台北的时候落卡就对，在咱这个三重埔，因为所有分林家己的子弟，那来到台北第一个拢先来三重埔啦，结果来三重埔真正人有够衰衰到真崩，开车都去弄着人，开车弄着人的时候爱背啊，尾啊十九岁的时候讲无安尼，干脆先来做兵，食无钱饭较紧啦吼，怎去做兵的时候，做兵都啉酒，甲老兵都冤家都共拍伤，都强要逃兵。好佳哉，拄到贵人，因为遐过去吼，遐若多兵侪你死啊，你一世人你都叫甲啊。因为多兵掠到当来，迄军法，迄阵军法吼，下迄个法令真悬。但是呢，可能迄个时普陀长啊，啥讲卖啦，卖算多兵啦，七天以内甲扛倒来，好佳哉。安尼即个代志毋着解决啦，毋吼。所以咱甲看伊这少年穿迄喇叭裤哩嘛，迄喇叭裤有够热，身躯拢赤灵赤红的啦吼。结果一个倒来了。等来了就想讲啊，安尼娶某啊，娶某就爱做人啊，上重心做人啊，爱去做一个咧机械，去做机械工厂，生意有够歹，歹到真正比学堂歹都较歹。因某无啊多钱伫工厂头前去啥卖槟榔啦，当年啊，伫遐咧卖槟榔，卖槟榔嘛是真生意真歹啦。但是1999年，伊多一个。伊一个运都开始转啦，啥物运？做螺丝的，咱台湾的做螺丝，屏东的螺丝窟，突然的螺丝业起飞，哦，伊是卖机械的，一个月卖100台，100台，迄年多做偌济？迄年做4000多万的迄个营收，赚1800万，所以你甲算哦，4000多万赚1800万，净利45%，有够好赚的，我来讲。后摆无落魄的久，马上边啊就钱落啊！一个三兄弟啊，同款做伊同款的机械，介绍降三成，新刷保固一年，哇！规个伊的国客户拢叫抢了了，100台剩5台，甚至有一个人客算死忠的，拜托个外国，安尼啦，你哪会当照伊的介绍吼？我就甲你买。伊怎啊起要卖，怎冲入去工厂，人个机械要伫电工怎啊火，迄个电工关掉，怎啊机械拖转去，气魄真好啊！等你。都来抓蛋蛋蛋，等到有一天，伊拄好一个客户伫彰化，伊就去做螺丝的。伊讲看到一台迄机械吼，伫拣螺丝啦，用砍
当然靠我都做，我都做了。爱怎开始就去研究，我做了专门的经罗斯的机械。即马卖到啥？卖到宾士，卖到特大，卖到波音，卖到苹果，卖到三星。因为一台车爱1900G，1900G的螺丝。他总是闻声救苦的。那是在北港的那个公园路的巷子内，在2017年的国历的3月3号那一天，就是完成挂会的仪式之后，从朝天宫离开，然后就走公园路，但是那是一个小巷子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。那这个就是林老先生，那妈祖进来以后呢，就九更来都底也心肝头家，然后林老先生后来事后文化组的义工有去采访他，他说他当时就感觉到他的胸口有一股暖流，好像他就有人用温暖的手把他的那个胸口抚了抚那种感觉。那当时其实他生病蛮严重，事实上就是妈祖已经在为他接下来他要那个替云的事情做铺路了。父亲身体好一点点，对，两兄弟才能专心帮妈祖做事。没错，完全是这样子。那个其实老先生有做梦，梦到说，哎，妈祖说会来。来他家，他心里想说，妈祖就从来没有走过这条巷子，他怎么会来？对，然后3月3号他真的来了。